就是吃的雪糕，然后那个端起来，哎呀，搞在人家柜子上。吃台锅。你先拿走来。洗手了。把佐料都放在米饭，它还加水之后，这个、放下去。加水，好了，等一下就会冒出水蒸气了。那不是要打开吗？来吧，打开了啊，已经是那个放在箱子上，有热了吗？没那么快，现在几分钟要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，你现在看时间，啊，12:12就可以吃了，12:20，这个先放到那个箱子上去。你要等着它冒烟呢。哎呀，你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把那一包打开，直接水用了，它就开始。你要是坐位的。它这是这样的，这里头已经打开了。打开，它这加热包。这已经是这样放的，米饭，好专业啊！经常出去玩，这一份多少？网上买的很便宜。网上买大概多少？6-7块钱吧。6-7块钱？啊？怎么便宜？对呀、啊，他刚好超市卖9块9，超市卖9块9，对，有时候也有，对，晚上买只要6-7块钱。找机会我要去买一份来煮煮看。因为经常去旅游，给我媳妇，给我媳妇出去玩。问题是这个不能带上那个有些地方飞机不可以，高铁可以吗？高铁可以，高铁可以带。对，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做准备坐高铁的，带的。明天可以考虑了。高铁可以带。高铁确定可以带。嗯，确定啊，我们都在上面吃过，吃了好几次了。哎呀，高铁可以，就是飞机不行。飞机开头也很有名。它那会不会很辣？这有点辣，这个笋有点微辣。微辣的，这是什么口味的？这是牛肉笋干的。然后对，没有安，刚好过安检进去，他说那这到外面去吃完再进来，已经过安检的程序了嘛。在那里放在他的箱子一盒一盒里头就不行了，他说原来是可以啊，后面他说出了可能问题了，所以就不让了。今天你那头还没喝烟？还没，摸盒子热了没有？好，那我可以。啊，热了就对了。他的等一下会冒蒸汽，是吧？对。因为我在那个北京吃过一次。啊。哇，哪里有？都有卖啊。都有。黑色上次去那个。都有卖。你在沟的时候，它的景区也有卖。那肯定贵啊。啊，那十五块。肯定贵。还有，因为这个很重，有的人他不带嘛，就想。这很重。当然，这个我们饭量小，买小盒，没买那么大。对，它有大盒，长方形的大。等这样，这个时间看一下。借我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拿去。笋尖嫩牛。这现在是莫小仙。嗯。就你就吃那个晚三分钟也没关系。啊，可以了。要等时间，等一下水蒸气会从这个地方冒出来。那个冒了吗？还没有。然后这个已经冒了，这个哎，这个比较快哎，冒了，有没有看到水蒸气已经出来了？有啦，水蒸气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在冒了。它上头没冒，这个已经在冒了。对啊，冒一点点了，好神奇的。冒过了。等待15分钟后就可以食用。拍不行，真的有水蒸气上来，它这个孔有个水蒸气上来，真水会有点热热的，好像我们那个开水那种水蒸气上来。这个在冒了吗？你这
不是他妈的再拍另外一个，这个，这个借我拍一下。哇，有没有看到冒水蒸气了？它在冒烟了，这是三先前放的，很神奇哦，在冒烟了。有啊，水蒸气上来了。对啊。哦，是哦。我看越冒越多，它里面一直在滚，就像开水一样。啊，那什么呀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自嗨波。再过几分钟就可以食用。好了，等了一段时间，那个蒸汽的慢慢的就不是那么热，等一下就可以食用。这就是自嗨锅。还差了十二分，现在还差十二分钟。现在开箱吧。现在还差两块钱。那就这样啦，开箱吧。开箱啊。肉块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也很多了，有六块，有看到六块肉也很多了，有了很多了，很多了，还有哦不止哦，底下还有，对，咱拌一拌，就等于那个看交换。好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吃嗨锅的刺破饭，叫刺破饭，他们叫这应该是在野战部队让他们吃到热食的研究出来的东西。野战，野战部队现在有后勤车跟着走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好的，影片就拍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影片，同时帮我按个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后会有期。